的布料好舒服，很舒服。我觉得金奇现在有穿，它只是刚有穿颜色的啊，你刚刚穿白色的，我觉得洋装穿很可爱，搭那格子的。我以为它是毛呢，没想到它是那种这么细的针织哦，扎实，它超正的，但是它没有办法让我这样有胯的人单穿它、可是我觉得如果外面再罩一件很宽大的那个大雪衣或上衣或毛衣，还穿起来好直哦。如果它没有胯，它好直 哦，因为它这件针织垂坠度很漂亮，我觉得这个长度啊非常适合大家，因为它不是那种超级长。不是那种极长会落地会拖地的类型，对，但是又不会很短，因为像新奇那样穿起来，我觉得是就是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就是非常舒适的长度这样子，不会太夸张长，因为像有些针织啊是那种针织裤很长，但它是走那种效果很好的，因为就配那很高的鞋子，它不会拖到地板、可是因为这个的话，就是你日常穿就 OK 的，好细密的针织，然后很弹哦，然后表面非常的软，这么细密，它里外都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好的，这件乔治汉的里外是一致的，然后我觉得穿起来之后非常舒服，然后垂坠感就这样子。它是它的垂坠感拉出那个直的感觉，对，笔直的感觉。然后我穿成这样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再穿那个盖住，盖到这里，长一点，长一点，对对。或是你像你这样单外套盖到你的胯，对，你就会很有安全感，对，这样就 OK。我觉得我穿起来也是非常舒适的，而且这个长度我觉得很刚好，对。